成日同朋友出街，有陣時都有都影響到多嘅。咁有陣時就唔係好想阻到啲朋友咧。咁有陣時要計下度，會去下邊度會方便啲。同埋唔可以著得太 hea 出街。係啊，即係落街篤魚蛋都唔能夠人字拖咯。都要襯個套衫先。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首先是他們本身可能參加比賽出身就貼地一點的，接觸是在 social media 上容易接觸得到。起得好犀利，娛樂事業搞得好好啦。哦，原來香港係得嘅，即係廣東話都 OK 嘅喎，即係唔差，真係出嚟，即係閒閒地成千人喺個商場度咁樣，就係覺得啊，有係真係做到咯。即係追星得到嘅開心係冇辦法 cover 到，即係社會嗰個氣氛。